谁掉的呀？小区的那个业主那个微信群都锁了。啊啊！楼上啊，是楼上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说的是不是那个金大美人儿？你也偷看过他是不是？偷看他干嘛呀？把钱给我。不是我捡的钱给你干啥？我替你还给他呀。我捡的钱用你还呐？你不是胖吗？走不动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不知道我和他关系啊，老铁了。是吗？等等的，嗯，杠杠的，棒棒的。停，咱俩啥关系啊？消失。啊，消失消失。啊，范大哥呀。哎，范大哥，啊，我听说你捡着钱了，是吧？啊，是，这不刚才，这不刚要给你送去吗？俺俩一块捡的。有你啥事儿？有你啥事儿？那张呢？那张呢？啥呀？啥呀？钱呢？钱呢？我就捡着一张，他就捡着一张。那不可能啊！嗯，我一共掉下来200块钱，这才100，那100呢？那100呢？我真就捡着100，他真就捡了100。再说一遍！你有病！哎呦，他怎么说的？我不怎么学嘛！你这……哎呀，哎呀，你真打我呀！我知道，你俩现在是合起伙来一起逗我玩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现在还没生气。给我，给我。不是，我真就捡着100，他就捡了100。你俩能不能不跟我扯牛宝宝？俺俩根本就没跟你扯牛宝。什么叫牛宝宝？就是扯犊子。哎呀妈呀，这个印长得好看不是吧？你骂音都好听啊。更年期，对，我就更年期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要到期了，连我自己都害怕。你信不信我把你俩头发都薅出来？同意，我也同意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个事儿啊，那个妈，你听我跟你解释清楚啊。这个钱的的确确是我捡的，但的的确确就是100块钱。对，他就捡了100块钱呐。他就捡100块钱啊！呸！哎呀妈呀！我呸！你一脸 baby 霜。要想皮肤好哈，就得太太口服液。人家不是这样的，你虽然我要到期了，但是我记性一点都不差。我在阳台上晾衣服，我兜里就200块钱，然后都掉下来了，钱的尾号我都记住了，一张一二三，一张四五六，一二三在这呢，四五六，四五六，四五六呢，哪儿去了？这什么脾气呀？哎，你说就叫他在咱家就这样。就他有脾气啊？就是啊。咱没有脾气吗？谁没脾气？上！我必须把话说清楚。说，叫他范豆。行。范豆，范范吧。范豆，范。都是什么时候出来100块钱？你管什么时候出来的干什么？他找那四五六，你这不是四五六，你怕什么？对呀，不是四五六，我怕什么呀？是四五六。还想说啥？还想说啥？还想说啥？哎呀呀呀呀呀！行了，哎呀我。老范，老范，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啊？你说你，啊呸！我啐你一脸狗屎！哎呀妈呀！庄家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。你说你是人办的事吗？你还不怎么？我跟你说哈，过去人家都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，我现在看出来了，他俩是头上没毛办事更不牢。别解释，别跟我解释，我什么都不想听，我回家，
我消消气儿去，气死我了。别解释，脑袋没毛，办事不牢。你有毛啊？我有没有？我没干那个缺德事儿。你看你办那个事儿，我都替你脸红，我都替你害臊，我都替你亏了，我都你替我死了吧？我现在就是替你死了，我凭什么死了？我死了？我的妈呀！你瞅我出去这会儿功夫，你哥俩好的像抖皮膏药似的，起都起不开，这会儿功夫怎么还吵起来了？老米啊，我跟你说啥事儿？那家老范办事太不是人了，咋的？我准备和他绝交，以后上那家不是吗？我就找你，我不找他了。我以前你也没找过我。哎，老王大哥啊，你跟我说清楚，这用啥呀？咋回事啊？他用为啥？他坑害良家妇女。啊？就他？我都冤死了我。我跟你说，老王大哥，你跟我说别的我都信，你要说我老头坑人害人，打死我都不信。你说说他坑谁害谁了？就你说说，楼上，啊，楼上就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，那女的，头发像茼蒿，鞋底像蛋糕，穿着衣服露着腰，怀里还抱个猫，是他不？就他，就他，就是他。他咋坑的嘞？你看。人家搁楼上抖了衣服，掉下200块钱来，他捡起来，给人100，自己眯起100来，啊，叫人抓着了。你说那个脸，哎呀妈呀，我臊死我了！哎呀，我说老范呐，有这事啊？老伴儿，哎呀，老伴儿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啊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快说呀，急死我了！老范大哥呀，嫂子回来了。啊，妹妹，你是不是回家越想越来气，想回来就抽他两巴掌，是不是？你不用动手，我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这怎么的？我打你个大嘴巴子！我打你个大嘴巴子！哎，别打！啊，打人不打脸。我打你脸不打。老范大哥呀！来。啥事？老范大哥，是这样的，刚才我不是生气了吗？啊，对。然后我不回家了吗？啊，我回家我就把门带上了，我一下就平静了呢。后来我就发现呐，这事儿啊，是我搞错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这牙呀，搞错呢。不可能。你这是456，他捡那张也是456，怎么能错呢？456是没错呀，前面字母错了。啊，老范大哥呀，啊，我就是想哈，我不能冤枉你。那你那钱找着了吗？没有呢，实在找不着就不要了呗，对不对？我这么大方，那我也不能让干了好事的人受委屈，是不是，老范大哥？对不起啊。哎，你过来，兄弟们，你伸长了你这驴耳朵，你好好听听。你撒手吧，咱家驴耳朵这么短呢？转基因呢？什么转基因的？你没听人家说吗？后边号对了，前面有字母是阿沃阿还是鹦鹉玉，那个没对，对不对？谁没有看走眼的时候啊？对不对，老范大哥呀？咱俩以后还得好好处。处啊，腊八那天吃了了，咱俩还得天天见。见不见都扯淡。有事我再和你商量。哎，有事你别找我，直接给我托梦吧。我说范呐，你听我说，您俩这事儿啊，都狗皮袜子，这是没法没证，是吧？人老王大哥这么跟你道歉，杀人不过头点地就得了呗。你也是大妹子，你说就那么100块钱，多大点事儿，你自己留着悄悄偷着花不就完了吗？说啥了？哎呀，说啥呢你？谁偷偷花了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打听打听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跟你说，我一看他就来气，不是他就没这么大事儿。哎呀妈呀，这啥？好东西。不是那个大妹子。
思，你误会了。其实老王大哥这人挺好的。我听他哪儿好啊？他哪儿好？大姐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我在这儿。过来，我跟你说。我能听清，我在这边。大姐，不叫你嫂子吗？行。大姐，我跟你说，你说咱们小区，谁不知道？就我俩单身。是。我也单身，他也单身。可是你问问他，搭上过我吗？对，你搭上过他吗？走道，跟我走对面。从来没正眼看过我，等我都走过去了，他回头眼睛叮叮的瞄我，你说能算我的回头率吗？对呀，那这能算他回头率吗？哎呀，大妹子，你听我说，他也许吧，真没看见。啥没看见呢？他又不是没长眼睛，长了，对他长了一双凤眼。哎妈呀，还凤眼？他，我说的是门缝的缝。我跟你说，他就是能装，我觉得我就够能装的了，我就愣没装过他。是啊，哪能装呢？你老跟人家装啥呀？哎妈呀，我不是本分了一辈子吗？你可拉倒吧，该正经说不正经，不该正经说瞎正经呢。我跟你说，妹子，你必须给我个合理的解释。我现在就给你解释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老范，你快救救我，说什么都不对了，我呀，哎呀，我的妈。大妹子，那什么，你消消气儿啊，别生气。那个常言不是说吗？莫生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，气大伤身呐。哎妈，我这事儿过去了呢。哎呀，老王大哥呀，挺大个老爷们儿。你说咱们街坊邻居住着是吧？谁都行，有个着急上火的时候，你也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。呸！贱皮子！不是，你不知道他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我觉得挺好呢，生活不单调。哎呀，不，你别管单调不单调，有个事儿没弄明白，我这兜里的哪来的100块钱呢？对呀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早上我给你兜塞100块钱，让你交电费，你交了吗？哎呀，使劲的！哎呀。我光电的出去扭秧歌了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，忘得死死的。哎，不，你等会儿，恁家这100块钱找着了啊？俺家大门那100块钱呢？呀，我也想起来了，那个刚才我买菜去，走到那花池子呢，我捡着100块钱，看看是他的不？哎妈，四五六啊？对呢，四五六，真的，四五六，嗯。到气了，容易伤感。妹儿啊，你在这心情哈，我特别能理解呢。有你啥事儿？我告诉你，全都是因为你，要是没有你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又发火了。哎，我这事儿过去了呢，我买衣服去了啊，再见。爸，你看着没，今儿老王大哥和平常不一样，你瞅瞅人瞅的眼睛都绿了。你才看出来呀？啊，你看出啥了？春来了，开始荡漾了。哎，你荡漾的啥？你是，哎，对了，那王大美人是单身，老王大哥也是单身，正好咱俩给撮合撮合。你拉倒吧，他俩就不是一个槽上拴的驴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大哥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说实话啊，你看大美人那人咋样？我一见他不是吗？妈呀，我这个心呢，稀烂稀烂的。那快点追呀！你早说呀！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就在我的天天哪里？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这么大岁数，能不能不毛手毛脚的，见着个女的就摔？哎呀哎呀呀！